啊，听到了吗？咱们那个0087那个大哥撒变速箱，亮哥哥，亮哥哥还在吗？亮哥哥，在的话，咱们那个。我们那个有 UDK 的啊，有 UDK 的，我一会儿都带大家去看一下咱们的 UDK 啊。如果说你对动力有要求，对空间有要求，对他们的一个外观尺寸有要求的主播，在这里的话就给你推荐咱们的 UDK 啊，推荐咱们的 UDK。嗯，换个车看看，马上啊，马上咱们那个0087的大哥啊，那个秋天说的是啥呢？要是我要什么波尔皮？哦，你要波尔皮啊？你要波尔皮啥波尔皮哦？啥子叫波尔皮哦？咱们波尔皮，波尔皮的话，咱们店啊，咱们店是没有那个波尔皮的啊，是没有那个波尔。完了，我这次说的是啥呀？我自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啊！波尔皮啊，波尔皮，真的是啊，在啊，在。亮哥哥，咱们那个啥，亮哥，你刚才问的是什么呢？现在卖多少钱呀？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呀？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卖多少钱呀？你说的是我现在坐的这台车吗？是咱们的这一款2.0南京发动机，然后是咱们的一个那什么版领航版啊，这是一个领航的，价格是13.99米的啊，13.99米的这款车是啊。如果说你要想买按揭或者是全款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四叶小风车，留下你的信息啊，留下你的信息，我们这边会有那个小姐姐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报价啊，详细的一个报价啊。CS75的话，因为 CS75现在的话有五个配置，1.5的有三配置，2.0的有两配置啊，就看你想要问的是哪个配置啊，想要问的是哪个配置啊，不管你问哪个配置，你都可以点一下四叶小风车啊，都可以点一下四叶小风车，点开它，然后的话留下你的那些空间，然后提交都可以了啊，我们这边都会给你一一解答的啊，一一解答的，因为你现在说的哪一款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嗯，好了，咱们继续啊，亮哥哥还在，听到了，换个车。穿个鞋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鞋在我脚边啊，在我脚边，在我脚边嘞。今天我脚有点疼。